我叫魏聪，今年22岁，2011年来到美国，现在在上州一家中餐馆工作。每天11点开始上班，准备好要用的东西。这个是左机，这个是虾。早上只煮一下粥，然后这个鸡。在中餐馆工作，去过佛罗里达、南卡、维吉尼亚、华盛顿、波士顿、上州、康州，都是做同样的工作，进去都是差不多做炒饭与煮饭。第一份工作我跑了好远，佛罗里达坐车都坐了18个小时，因为跑得越远工资就越高。管吃管住也管嘛，咋赚钱吗？少跟他有说说半天。我之所以在上周工作，因为上周没有纽约查的严，没有工卡，老板也可以怨你。我现在都是和老板住在一起，上周都是 house。我住在1楼，老板住在2楼。跳跳跳跳舞跳舞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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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让我先去南美，没过多久我就拿到厄瓜多尔的签证，然后直飞厄瓜多尔，差不多花了28个小时。我下了飞机，我吓了一跳，跟垃圾村一样。本来想回国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最终还是要来美国。我从厄瓜多尔出发，飞往波哥大，然后转机去墨西哥，最后我坐车去美国。因为我用的是当地人护照，所以在那些国家都是免签的。那你的家人都支持你吗？他们都说在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了，要我出来好好闯一闯。那出来后有和父母联系吗？有和舅舅联系。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当大家谈起移民的这个话题，很多中国网友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走线、偷渡。那其实这条道路充满着危险。在上周，我们才看到新闻，一辆载着七名中国公民的非法偷渡船在河流上面翻覆。结果不幸的是，最后七个人全部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我不能讲得太清楚，因为会黄标，所以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频道也一直收到很多移民机构的合作邀请。那经过我们的长期观察，向大家推荐一位比较优秀的移民机构。我们发现不管是它的收费标准以及移民方案都是极具行业竞争力跟合理性。如果你对移民感兴趣，不妨扫描下荧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业的移民服务团队将综合考虑您的家庭背景、教育水平、英语能力和可用资金等多种因素，为您量身定制一个符合目标国家移民法规的一个移民计划。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为大家争取到了免费咨询的这个福利。跟其他机构不同的是，你只要扫描荧幕下方的二维码，所有的咨询都是不收费的，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免费咨询试试看。美国就是讲上班的话，你十点多来上班，准备一下，差不多早餐就好，一点就开始。有客人的话，客人接两个餐，因为我们这边早上的话还是。到晚上的话会比较忙，有餐馆就是很多炒锅，它都有什么，就是炒锅的毛病，就天天早上的锅这边煎粥，然后一天站十几个小时，不管切菜嘛还是炒锅，全部都是站的。像我之前那个炒锅，然后现在不做了，它的脚就是有点像静脉曲张的那种，就是站太久了，然后有点就是。血管堵住了那种，然后里面的筋，反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要拿去激光，激光不行还要开刀，然后反正就很辛苦。那只有你一个人过来？嗯。好，为什么不来？成亲生子来美国干嘛？然后就餐馆洗房子。很多做起台做完，然后想改行，想去做前面接电话或者什么的，压力很大。然后家里欠债，美国就是工资又还不上，然后又有高利贷或者什么的，然后去跳就是卧轨那种什么，跳地铁或者什么的，然后死了很多。就是客人点饮料，然后我拿错了，然后他跟我说拿错了，然后听不懂，好，我跟他说谢谢谢谢，然后他在那边说他错了，他竟然跟我说谢谢，我骂他，他竟然跟我说谢谢，那我后面我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就是一半一半的那种，就是躲到后面狂汗狂汗的那种，真没办法，在美国久了就是脸皮要厚，这个福州话都是这句。餐馆是炉头，回家是枕头，天天都是这样子，就是有甜有苦了，反正这么久都过来了，我适合餐馆的生活，也习惯了餐馆的生活。Hello， 陈晨。嗯。For the first chicken, what size?Okay, what size? Can that be okay? Anything else? So, one order shrimp meat fan and one corner chicken casserole. Do I have your phone number? Okay, 15 minutes, okay? Now picking our order. Okay, thank you. See you. Bye. 没用沙皮。那没有所谓的一锅亲朋都在这里啊，然后就是家乡的人都来美国，对，像我亲戚什么的朋友什么都在外面，所以都比较习惯大陆，没什么的，我十几岁就跑出来了，然后进到这边应该十几年了，十几年对啊，
那我小时候就是，然后跑出来，然后跑去做证件，很麻烦，你知道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那还要请人，还要给红包什么的，就是很小的事情都要这样子。在外面很简单，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简单。像在美国就轻松点。美国，做证件什么很轻松啊，像考驾照或者是那个什么报税啊，很简单，就一个地方就搞定了。就是有很多人跑回去大陆做生意，但是呢，大多数都是赔的，因为在外面的人头脑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交际也比较简单一点，做生意交际比较简单一点，诚信嘛。然后呢，在大陆就要小心了，在美国比较公平一点嘛，在大陆要靠关系。我吃的很少啊。好，每天下班回家洗漱好又大半夜了，就上上网跟朋友聊聊 QQ， 没有跟家里人用电脑聊过，因为外婆他们都不会用电脑，所以只能打电话。虽然父母走了很早，这么多年自己也过来了，我还是没有习惯孤单。其实我特别想有自己的朋友圈和一个家。几乎一个月要来纽约四五次，从上周到纽约要5个小时。到了唐人街买买逛逛，所需。纽约不太喜欢，所有人都太赶了，太现实了，大城市嘛。然后就是坐地铁，不懂英语，常常坐错线。Brooklyn Bridge City Hall transfer is available to the 6 and J trains.刚到美国的时候，按我们福建的传统都要去拜访一下老家人，请他们帮忙找一个住处和工作。这就是移动酒楼、蛋酒楼，舌头包放在这里。从凤凰城到纽约的路上，那段时间我们玩很开心，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加上舌头5个人，然后我们坐了巴士一路走，我们玩得非常开心，就感觉患难见真情一样，真的感觉非常的真诚。
融入社会应该没办法融入，因为我语言根本就不通，无法融入。美国人看法是分成三种，一种是就是黄人比较奸诈，黑人比较凶霸，白人比稍微好一点，比较温柔。自己的这个经济来源，然后怎么花销？我一个月差不多是2000起，有时候更高的时候是3000多，但是在纽约这边都不会这么高，所以消费也会比外州更高一点，基本上都会去买衣服，差不多都会买很多衣服穿，然后一没穿就扔在那边，包包又不够换，差不多有扔掉，不停的扔一下又觉得不够要买，就这样子，都是花在那个品牌上面，花的挺多的，现在又觉得浪费呀。但是还是喜欢那些，没办法，控制不住。怎么样，有合适的吗？有好多啊，好想买呀。在餐馆打工，有人能做一辈子，有了出名的，有点能力的，就为自己想办法开一家。做餐馆，每个人必经之路，这福建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家庭，女士。刚来美国打工的人都会去住家庭旅馆，因为不需要身份登记，10块钱一个晚上又便宜。喂，我干红包啊！帽子我爬给了。好温呀，一点。武警及情况部门宣布，其在当地发布的气象灾害警报将一直持续到3号。有关部门同时要求当地民众尽量减少外出。累不累？哎，很累呀。我把门呀，我没老多烟了，没老。你就不别那么油。哦，好吧。啊。好嘞，好嘞。OK。哈哈哈哈哈。OK， 你给安排了就发扬哈。OK。拜拜。前几天给我拿完了。我没熬着了。啊？熬着啊？啊。我话你没有烟了，等下子啦。我今天刚弄干呢，没开灯，在你。我们已经到了教堂了，就在这里。教会我每周差不多都会去一次，一个月最少要3-5次以上，因为自己本人也喜欢去教会，教会给我感觉啊很轻松，很自然。原因也是因为我要去办身份，所以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律师也跟我们说，一定要去教堂，好好的学习。他说的没错，所以我也经常去教堂。修
海飞、陈美英、金双、林贤恩、曹芳林、陈潇。去了，来在教会也待了一年多，在教会里面带给我非常多的快乐，让我也忘记了一些痛苦的回忆。通过理解，我知道了教会的很多知识。我也想成为一个像神父那样子传道，但是可能没有机会。我的文学不好，哎，不知道要等何年何月。别管他，这不准拍。啊，好，不好意思。不要拍啊。啊，不拍。这里不准拍。什么事今天？今天来拿一下公看。叫什么名字？魏总。看一下啊。来。看见是不是你自己的头像啊？我那个上庭时间是怎么搞的？你上庭时间你自己记不清楚吗？嗯，这个事情要记好啊，因为真的很多人不担心这些事情。我给你看一下，2013年3月5号早上11点啊。这个自己记清楚啊，不要到时候再上庭自己都不知道。好，谢谢。今天还有什么事吗？没事的。OK。啊，先走了。好，有事以后可以先打电话啊。嗯。再见。好。刚才那是什么卡呀？哦，公卡。公卡，主要是拿来申请那个医保，然后我准备再申请一下那个。信用卡。医保可能对你们挺有用的。是的，在美国看病都是免费的。然后再去考一个驾照，准备开车。拿到工卡的时候就想换一个工作，还没想好要做什么，反正就是不做餐馆。
快点水，哎，你坐回去，哎，快点包，包一点给我。哎，还没有办法。到哪里？班长要多动，多动。哦。妈，我肯定过来。我给他电话。拜拜，你这样做应该没人啊。你也弄了我呀，老婆。你叫什么名字啊？哦，本人也是湖南的。哦，也是恁多，哎呦，我恁多。妈，莫莫，我你很精吧？考的公吧，不讲的，不要讲的。对呀，结果那熬可能脆哈。你好。啥呢？朋友。就算了。冰妞打的吗？打给老公啊。给冰妞打的吗？有人看你。没人看啊，反正。哦，好高啊！我今天没走开，还是有点高。找来找去都是打杂的工啊，都是餐馆的工作，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唉，失望。站在大桥上，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这生命去方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的需要你来爱护我，像个孩子。当我站在大桥下面，默默注视这个城市，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那些沉默伫立的楼，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比如我已经走下去了，应该叫走下去。我这人并没什么梦想，走的时候是苦，回忆是甜的，想起来的时候是酸的，没有什么值不值得。没办法，但你不能回头。
这样子。对啊，我昨天我都拿走了。你的那个啊，你可以再买。给我们来没来？然后我们说，然后女的对吗？女的一米一，知道吧？出来了。去哪里？在山。发个信息，你在这个地方等着。承诺，做贼的岁月还是有。